今天很够力啊！今天我要跟一个很够力的人啊，不是这个啊，这个只是普普通通罢了。这个很够力的人呢，我先不要跟你们讲，我先给你们一点点神秘感先。去到那里，你们就知道了啦。标题都写不是。他自己讲哦，要把他小爱大大哥写在标题 ，clipping。哎呀，谁的？真的是尴尬癌末期啊！有没有医生 ？Doctor， please 。哟，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看我的 YouTube 频道的朋友呢 ，Hello， 你好，我叫阿雅。我拍摄影片的目的就是想要传达 hustle every day， 还有 steady every day 的精神给你们。如果你们还没有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的朋友呢 ，Hello， 你睡醒了吗？这里有一个红色的 button， 红色哎，红色的 button， 喂。等什么？跟他看下去！我站在演了国家，穿着 hoodies， 因为那是我的 style。哒哒哒！为什么你迟到？我没有迟到啊！迟到！我是偷偷跟踪你啊！你怎么来就见过来？今天我们跟 Clipping 女神一起。哎，我可以帮你取个名字。我刚我都放那边讲哦，她的演技有 drama， drama king， drama king。OK， 所以我们今天是要去这个三味Lagoon啊。OK， 我们要换衣，基本上我可以没有什么换啊，因为我这样子玩衣。我已经穿在里面了。他已经穿在里面了，你们是不是很想看呢？啊，大码女神应该要穿 bikini 的嘛，不是吗？我没有穿 bikini 啊。啊，这样请问一下，今天我们的 clip bed 应该要怎样放，人家才会进来看？我觉得你要讲说啊，不小心看到韩小爱的。他讲的、啊，所以。Welcome to my vlog. OK OK， let's go let's go， 欢迎欢迎哦，会很多粉丝，很多粉丝。走，韩小爱嘞，韩小爱，韩小爱，韩小爱不懂在哪里，因为听啊，现在换泳衣啊，你们一定很想看是不是？哇，快游，快游！把你们不要跟住进去、啊。拜我们输了的人呢，我们就会去玩那一个，你们看到吗？那一边的那一个，哇，那边在那边罢了。怕高，我也是怕高，所以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惩罚。挑战就是这粒东西哦，我们会一起坐在里面，看是谁面无表情啊。Safety rules， 你必须要是一个人，你必须要是一只单身狗，你必须是要很帅很美，我们都有资格。很多人，很多人不是重点，很多重点是很多人看着。是看住我还是看住你？你喊一下，你喊一下，你喊一下。你们看住我还是看住韩小爱？看住我。哎，看住我。Subscribe。偶像包袱出来，偶像包袱出来，刚刚还有吗？可以了，已经开住了。等下你按那个红色的 button， 他就跟我 subscribe 下去了。不要开啊！我们现在要与陌生人一起下去。哎，不要怕啊，我不会吃掉你们的啊！我是真的爹地，全部都是女人，好辛苦。
死定了，我全程没有什么表情。哎，我不知道台词哎。你死定了。我不知道台词了。你觉得我跟韩小爱谁会赢？两韩小爱赢。韩小爱，韩小爱，你会赢。我会赢啊。对，你会赢。所以我有表情，我刚刚你没有讲开始啦，一定有，你死梗啊，你死梗，你死梗啊，耶，我赢了，水上滑板，耶，你有滑过吗？没有，我没有，只有那水会冲上来，师妹，他这个粘在一起，那可能会有也是冲掉我的裤，不用剪啊，我已经给人家看过了。我在追我男朋友，不要吵。真的，你很乱的，你是太多了，我不懂是哪一个。你哥你很多，你讲来。没有哎，你是 Dixon 还是？真的，只是纯朋友。啊，纯朋友啊。对。啊，不是 Dixon 啊，是 Dixon 啊， Dixon。尴尬癌末期，尴尬癌末期了。OK， 这个游戏很简单，我们上去有三次机会吗？我们在这三次机会里面，他要跪在那个板上面。对，我要跪。哎，他要跪住哦，我要站在那个板。对，我们看一下，可能这两个我们都会失败了，因为没有试过。我们先看我表演啊，我表演站给你看。哇，好像不是很容易嘞，因为哦，没有人站过。我还讲要去站，哇，好像不容易。谁讲啊？哇 ，OK 呢？对我这种瘦不公平的吧？哦，我全身鼓了完的。跪，快点跪！跪跪跪！哎，紧张了啊！啊，不用遮了，不用遮了。OK， 现在轮到韩小爱了，哈，看谁讲啊？看不到是不是？放 slow mo。是啊。过了。哈哈，大家不要跑，大家不要跑，不要跑，大家，你去哪里？这个女的果然不容易追啊，很难追啊，她跑很快。我还挑战。啊，只有这样子罢了哦，你给我。我两条。啊，你给我是这样的哦。两条。我那条600多块。啊，真的吗？真的。哦，这次不是 clip back 了，不是 clip， 回去哪？回去哪？去找去找。没东西，没东西，没东西。有没有东西？有没有跌掉什么东西？啊有啊有啊！Thank you, thank you. 耶耶！明明是玩这种东西，你还要带这种这样贵的东西在手上？那是因为要给他看的，嘿嘿 ，friend。OK， 走光就算了，还要差一点不走。等一下，不是走光。我们放大加打慢。你谁讲啊？你谁讲啊？经纪人啊，不关我事啊！啊，经纪人不关我事啊！这样今天也不算是 clip back 啦，因为今天我们的 clip back 应该要怎样放，人家才会进来看？我觉得你要啊，不小心看到韩小爱的走过，韩小爱走过，真的有走过，有看到吗？我真的看到哦。
另外一个角度，你们要看吗？你们跟我买啦，$1,000罢了。啊、这个美金啊 ，GoPro 拍出来的啊，在另外一边有哦。要差点走光都算了，我隐形眼镜还脱掉了，我就是。我以为你在那边耍帅。我在玩他那个角色，也就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你有看到吗？看到，$1,000罢了，嗯，在这边。$1,000买他的走光照片，耶、yeah! ！不是 video 来的 ，video 来的，还可以打慢的。那重点是，我安全措施做好了，所以其实应该没有拍到。可是有看到吗？有看到是不是？他有看到，因为他看到的是我的安全措施。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有看到很够力了、哦哎、人家想可能要看到都没有啊。你看，你看 ，roller coaster 也关了，我们也拍不到 content 了。die 今天的 content die， 哎，不会啦，有这一个画面。还好我们的韩小爱为我们表演了一段。你们考虑清楚了没有？$1,000要买另外一边的 footage， 要不要？哟，哦，我看到他的龟头在动，站住了。你看他的头站住啊，还歪一边。你看，嗨，龟头你好，龟头，输的要去动龟头。剪刀石头布。龟头。耶、yeah, ，来动龟头。哎、欸，妈咪。不要喊，不要喊，不要吓到他。你不会动了。Hello, like and subscribe 啊！不用紧啦，今天一整天的 content 都已经有。哎呀，你那东西不好 repeat 几次。我应该是这一集会 repeat， 差不多7-8次左右。今天的 content 应该就这样子了啦，没有办法。你看下雨天。我们很 steady 哦，但是它天气不 steady。好啦，我们 steady 啊，我们走那个桥先问他可不可以跳先。OK 好。哎、okay, ，没有，因为没有东西玩了，我们直接去班居江那边问他可不可以跳，可以，我们就马上跳。下雨，Die，虽然我们没有玩到什么惩罚，但是我们还是有。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们还没有 subscribe 我或他的话，这里有一个红色的 button， OK， 记得给他打上一打，打下去。Let's go， Let's go。我站在演了国家穿着 hoodies， 因为那是我的 style， 我不会因为天气转变改变我的形象，我的骄傲 y'all